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Good afternoon. Can you hear me?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抱歉，我们有一些技术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今天通过网络连接，包括我在内，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参加这次的会议。我的名字是 Paul Mitchell， 而且今天我接待今天的会议。我会主持今天的会议。那现在我就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而且之后我想每个发言者做一个自我介绍。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些问题，几个题目，所以请发言者回答。我希望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让我们的发言者之间能够进行一些交流。所以首先我想说，这个电子化的转型它已经在发生，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社会的每个部分已经受到了这个电子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意识，而且必须要建造一些新的这方面的资源，而且我们也必须要一起对应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如何建造一个包容一些自由的网络空间。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发言者表示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公司在的责任具体是什么，而且他们对目前的最大的挑战的态度或者回答是什么。公司的这个社会责任因为是 CSR， 它的目标就是促进电子技术的一些平衡的发展，而且保护人权这个因素是在其中心。但是我今天想问的就是说，对每个发言者，公司社会责任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挑战，有什么危险，什么？就是这个电子化转型，它是否能够有效的下规定？那下规定是否会阻止这个技术的发展？所以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向每个发言者表示三分钟的一个立场，这样子我们所有的发言者都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最后我想请每一个发言者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做一个总结。所以在开始我现在请所有的发言者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代表欧盟的广泛联盟，我们代表很多播放的平台，总共在57个国家。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在这些私营和国营的媒体。大家好，我叫 Jan Clayson， 我是欧盟委员会信息社会和打击犯罪行动局的局长。
这个组织是四十七欧洲的国家，还有五个观察状态国家的成员。我的任务包括网络治理、对 AI 的控制的、网络犯罪等，还有其他的领域。非常感谢。现在我想请下一位发言者。还有几位发言者应该参加今天的会议，但是我不确定是否线上线下参与。那如果有，我想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叫 Lucio Adrian Ruiz， 我是罗马教廷通讯秘书。我负责这个荒郊跟其他的国家和媒体的通讯。我来自罗马，谢谢。还有谁跟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叫 Mia Baratang， 我是南非 GirlHelp 首席执行官，就是GirlHelp 的组织，是我们是一个女士的软件开发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这个电子鸿沟。谢谢。那现在我想进一步，我们开始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第一个问题，所以Ian，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那想问你，我们对，就是对你来说，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这个网络空间之内。那非常感谢，我希望我能够控制在三分钟。首先我想强调，这个电子化的转型，它可能作为一个潜力的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来源，也可以让我们往更好更平等的世界发展。但是同时，这个电子化的转型的危险也是存在着。在我们的组织范围之内，就是欧盟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党内，我们主张这个人权和发言权。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可以说，这个电子化的转型，在数据处理的方面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同时，这个也存在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现象，而且网络犯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二十年以来就是面临这个问题，而且其中也有一些对孩子的侵害，还有使用孩子进行一个罪犯，而且作假的药品等，这都是在网络进行的。我们组织负责立法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呢推广在所有我们成员国家采取一些共同的法律标准。所以从这个我们所准备的这些法律标准，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法律引进，这样子我们能够影响世界上所用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必须要跟这些私营公司密切的合作，因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表现私营公司承担创造这样的空间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希望在这个网络的空间，
我们能够保护人权、发言权、法治，所以 CSR 我们的就是的公司社会责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采取的一些立法活动，他们当然涉及到私营公司。比如说，这些反抗对孩子性虐待的一些法律，我们希望这个私营公司积极参与我们的立法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委员会，五年前已经成立一些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合作伙伴包括28家最大的技术公司，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能够更好的完成我们的工作。所以现在请下一位发言。下面我想请米巴拉坦发言，想请听听你是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全面的平衡的发展，全联合国的发展是集中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希望我们为我们，我们希望我们17个目标，就是为了消除贫困，推广健康，妇女权益，减少气候的影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宝库，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我们尽量改变世界，能够，但是这是不够多的，我们做的努力还不够。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个私人的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些特点。我们想集中在新的技术和方法和能力。那么希望能够把17个联合国全球发展计划的一个实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想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话，能够为全人类的高质量生活发展提供基础，全球平衡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发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还是在一些尤其种族一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在发展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人类行为的一个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必须是我们做一切努力的一个中心。我是非洲来的，这是一个饥饿的非洲，新的，而且是对新技术的一个渴望和饥渴。我们经常也说，很多大的公司，甚至于比整个非洲国家还要大，比非洲某一个国家的非洲的预算还要多。因此，我们请求希望新的公司和大公司能够关注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一种安全的方法下生活，大家恐惧失业，而且呢担心将来的未来，技术不可能成为人的恐惧，它应该成为人的新的希望，让人民的生活改变得更好。我作为一个黑人，来说，对我来说，最基本的一个计划和目标是防止互联网的一个隔离。我们也不希望这种各样的隔阂在世界上存在。我个人认为，我的最主要的工作和目标，
任务就是想和大的公司、科技公司说这些，我们也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也是他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那么互相之间，我们应该共同的参与整个改变和推进，是这些大公司推动的一些项目当中。如果我们不能积极的参与，我们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购物链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今世界当中，经常的说到公平、公正，经常人们自己负责自己的公正，这种公正是不可以受到许可的。青年人有更高的要求，而且积极的可以说和一些错误的一些决定作为来反抗。这些领导人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清算。我们应该共同的坐在一个桌上来决定管理科技的管理、数据的管理，尤其是这次互联网数字管理论坛都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在我们为我们将来起得很多的作用。我想在此我们应该说，科技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们将来的生活。但是经常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很少有说到创造经济利润和收入，而经常提到的是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商业决定，使得大家更加的包容、公平、公正，能够对所有人提供有利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将来提供非常好的支持。非常感谢。下面请Senior Louis， 非常感谢。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每一个活动都会引起反作用，引起作用，这是牛顿的第三定律。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每一个作用都会有自己的责任，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负面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需要确认的，这就是最主要的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谈实在 的进度和发展，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允许一部分人类他们可以 被排除，或者他们 被移动什么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看不上他们，那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到达任何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记得，目前世界发生的很多的变化，他们也可以导致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同时考虑挑战和一些机会。这些机会是非常多的，所以电子时代它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是非常丰富的，也包括那些新技术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掉非常重要的一点，数字化转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些梦想，但是
同时挑战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信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要我们必须要记住那些可能后面的可能负面的后果，所以有可能这些负面的影响也会发生的。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达到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有惊讶的梦想，但是在完成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每个决定每个活动都有自己的后果。目前世界上有非常多灾难，有非常多人有通过非常痛苦的时间过得饥饿，非常多人饥饿，或者不住在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没有隐私的人，所以在世界上有非常多就是陷入困境的一些人，所以在这个电子化世界上，这个社会责任就意味着我们要就是将一个责任就是接受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接受那些负面和积极的决定的后果。当然这些积极我们要支持的，我们想要的，但是那些负面的后果我们必须要避免的，这是非常重要。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非常感谢。你说的非常美，而且这个梦想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你同时呼吁我们必须要采取责任的态度，这是非常好。那现在我要往下一个问题进步，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是否能够规定电子技术，但是同时不阻碍他们的发展，也不阻碍创新？如果是，那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方面做一些规定？如何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那现在我们鲍米特先生他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我所工作的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创新。那实际上最近20年以来，这个行业是最先进最有创新的行业之一。当然我们会答应我们消费者我们客户的需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其他的领域也引进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一件事儿，我们一定不要阻碍创新和这个电子技术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创新对我们的社会有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作用。说到这儿，我也表示这些规定是需要的，但是这些规定他们只必须要是在这些最关键的一些领域，比如说这个透明。所以如果一个电子平台采取什么决定，那它必须要是透明的，在这方面的规定是需要的。如果是数据分享的这个领域，那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谁在开发一个这个软件的流程，所以这些决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而且如何我们辨识哪一些信息是真实的。
所以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题目，这是一系列题目。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交流，所以有可能在最后几年当中，这个对话的题目有一些变化，因为最近我们多提及这个社会责任的领域，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或者错误信息的负面影响的，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讨论和对话的题目有一些变化。在欧盟，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一些法案，比如说这个电子服务法案，还有一些其他的法案，但是在其他的层次也工作也是正在进行，那些最大的技术公司之间也有这方面的合作，所以如果我们谈什么规定或者立法措施，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保证公众他们可以收到可靠的信息，但是在这个的同时，他们必须要被保护，就是说让他们不受到一些负面的现象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些规定，但是我们在开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定。我也不觉得这些规定会阻止网络或者电子技术的发展。如果我们正确有道理的发展，那我们并不用害怕。非常感谢刚才的对我们的论坛的提供的很好的建议。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位米娅，可以请你把刚才说一下有关法律条规的一些要求吗？我非常同意我前面的发言人的观点，我们不能够通过能够把这个创新的积极性给它消除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科技的发展能够允许我们解决人类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创新和创意来够解决，而且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程来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我们的行政政府和我们的公共机构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保证，用这样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有合理的方法获取这些数据，能够进行研究和测试新的科技。而且必须要让民众能够使用这些新的科技数据，让他们在早期能够使用，但是很多的方法都不能够尽早的使用，让大家能够试用。科技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得更长久。我们现在已经有新冠病毒，而且在各个方面的科研发展，如果说各种这个控制会过度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新科技发展的意义了。那么我们的挑战在现今是什么呢？就是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各种各样的不同反响，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些分歧。我们一方面富裕的国家还有贫穷的国家之间都有问题，这也许是不可能用一些规章制度来解决，或者是说一些具体的
具体的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这些解决的方法必须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层次上，使我们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的每一个人。当然这里这个我们的道德也非常重要，整个世界的机构和群体都应该知道这个道德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科技公司创立自己的科技目的，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平衡这些问题。这些规章制度是需要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在改变，使我们的标准和科技都能够互相的适合。生活和科技是非常不可分的，应该讲现在是我们可以让新科技让我们生活水平能够更加的提高。非常感谢。我想还刚才提到刚才的这个规章制度监管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经常是一个口号，是牵涉到我们的规章制度，和如果牵涉到新科技的话，监管和条款可以说这是一个附属的一个条款，这是原则上是不够自己足够的。那么在新冠情况下，我们现在在线互相这个沟通，当然这一方面我们感谢新兴科技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也发现一个很局限，也是在这个情况下的局限。当然很显然人工智能有很多好的积极的意义，比方说能够积极的推动加快疫苗的生产和研发，那么让机器能够自己学习，非常快速的分析数据，能够使整个过程非常快的进行，能够使疫苗非常快的能够推广到市场，比十年以前要快得多。那么现在的话，新冠病毒的人工智能应用起得很大的作用，那么对我们社会的分级化也是起到一个作用。那么有些信息是放在社会社群媒体当中，也是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我应该能够用更加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讨论，用不同的利益群体来积极参与，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的个管理和这个科研到底有什么互相之间的帮助呢？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再说一下医药企业的一些行业，这也是这些行业是非常有严格的监管条例。那么我再说一下刚才的疫苗的生产，那么用什么样用高新科技可以提供新冠疫苗的发展，而且它给新冠疫苗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好的条件，能够让我们尽快的解决困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标准和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而有用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启迪的方案，但是并不能让我们的使用者有更多的权益，能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经常会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如果不能向我们的要求发展的话，这些条款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促进这些条款法令的时候，在各个政府和行业代表当中要互相沟通，比方说制药行业等等，这样能够让整个过程更加的合理，但并不能保证能够解决很好的方案。他只能说
只能帮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提供大家公平的一个方案。有的方案可以说更加的严厉一点，可以这些方案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案来实施，尤其是国际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公平，让各个组织都能够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牵涉到人工智能，欧洲议会在不久有一个自己的工作结束以后，第一个世界的关于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明年开始要进行推广，现在最终的工作正在结束当中，很多的欧盟国家呢都积极的加入，包括一些企业代表、一些社会群组织，都从各个角度表现出自己的参加了讨论。因此我在想这个过程是会更加的透明，能够获得最终的真实的一个解决方案，用户不会是成为一个使用者，而是一个积极参与者。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子，为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提供一个经济的发展关系和社会机构和企业能够决定如何用不同的道德标准能够和全球的利益能够达到吻合。我们再次在这个时候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有不同的区别，我更加的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大家能够参与这个讨论。那我简短的表示我的看法。之前米娅所表示的事情比较重要，因为他之前提到了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就是采取社会责任政策所带来的一些利益，这样的政策，他们首先必须要符合我们的价值。我们同时也知道，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用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意米娅所说的，这个媒体的行业，到现在，以太大的程度集中在皮肤白色男生的这些拥护者，而且我同意，我们必须要未来在其他的方式采取决定，所以我们未来会看到公司是否自己采取一些规定，因为如果公司自己决定规定，对自己做出一些限制，那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在这些电子技术公司当中，自我控制或者自己做决定也是不足够的，结果也不是最好的。我之前从事这个虚假信息反抗的一个团队，而且在我的经验就是说，大的技术公司他们必须要从这个国家收到一些限制或者规定，如果他们不收到国家的什么限制，那他们有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出任何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想出如何推广促进多样化，如何以最好方式规定我们的网络空间。非常感谢。现在路易斯先生，对，我有一些意见。所以
对那个之前发言者所表达的内容，我也想说几句话，就是关于引进一些法律规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一个是推广电子服务，第二个是规定或者对控制和规定这些服务。所以如果我们同时推广并规定这些服务的使用，那未来我们能够达到就是一个好的结果。我自己感觉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都懂得这个控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什么控制，没什么规定，这个会发展往不好的方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规定，而且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更好的模塑这个方向发展方向。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行动考虑到世界所有的老百姓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网络，因为到现在很多人的网络方面的需求是没有被满足。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规定也不会阻碍发展，但是只有在一起行动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而且模塑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空间。我们听不到你。那现在我想你们是否规范化，对规范化有什么意见？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想表示一个意见。那我换句话，我们之前讨论过如何界定公司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责任，我们也谈到了公司自己下规定的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也强调了政府规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想问你们怎么这两种规定如何能够比较自我规定和政府规定？那我想回答这些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当中，一个关键的事情，这个。技术它以什么方式直接影响基本人权，如何影响法治还有民主主义。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 AI， 这个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它使用这个 AI 技术，比如说这些执法的一些单位，他们是用 AI 来识别罪犯，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到我们必须要超出一个自我规定的这个领域，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国家下规定的。但是AI 使用方式有非常多种类，比如说这个音乐行业，所以有可能在这样像这个音乐这样的行业，自我规定是足够的。如果国家不需要进入这个领域下规定，当然也会有人介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也考虑到
这个新的技术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国家会如何使用这个技术。但是在这些就是私营公司的这个技术使用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如何会影响公民的权利。如果是影响公民的权利，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国家下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别是哪一种行业。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大家能够谈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注重什么计划。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规划。米娅，请先说。我看最新的科技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近期的高新科技，尤其是在公共健康领域医疗方面，大部分女士都是新科技的使用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我就认为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她们是非常关心对新的感兴趣，不光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新科技带来的一些结果都不会公开的去说这些事情。我们想尽多的关注这些高新科技会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女性健康方面带来的，比方说情绪方面。年轻不光女性，包括年轻人对情绪方面的管理。女性的权利在不断的推广，有大量的投入和投资在女性健康和权益方面。我相信新科技的发明人并不是完全有意识会对女性的健康有一些歧视，他们有的时候并不了解创造新的科技会对女性造成一定的歧视。我们想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曝光一下，让这一类的历史呢不会重新重复，不要感觉到女性被排除在外。路易斯，请发言。重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能够包容性和多样性的高新科技。我想重要的是一个教育问题，成功是一个教育问题。我最重要的是除了个人的社会的责任，而个人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推广自由、宣传自由，我们应该意识到哪些优点提供了高新科技数字经济，那么哪些道德方面和人类方面的重要的价值能够公平的、清晰的能够在展现在大家面前。哪些是我们的权益，我们的承诺。我想这里提到三个元素。第一，我们想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包容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创新发展，他们有哪些作用，新的科技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希望更多的了解，能够把这些新的科技在全世界当中进行分享。第二个
第二个因素是在新科技的培训当中、教育当中，能够使新科技水平在为人类的尊严提供保证。第三就是我提到的是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够把我们的道德发展取得一个重要的作用。诺尔，我也想说几三个因素，三件事。第一，我们希望不停地投资在最新科技和高新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投资和创新的部门，此时在推广非常好的创新的解决方案。比方说，我们在发现这个虚假的新闻和利用人工智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肯定要投资更多的创新的解决方案。第二，我们还想更加承诺我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来源。我们希望能够消息能够得到证实事实，为记者提供更好的工作标准。我们也知道现在对记者的信任有一些损失。记者的这合作 BBC 的合作能够更加的可靠。我们也想做更多的在法律条款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管理互联网和数字世界。我们肯定要推动布鲁塞尔或者是在欧盟、在国际或者是在国家层次做更多的推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杨，你最终再总结一下。我非常感谢，我刚才也说到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谈判，在新的法律框架之下。第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法案会在最近的实行。我们肯定是支持民主和人权。我们又开始了工作，在非常具体的一个标准法律标准使用人工智能。我想的是在这里，我想的是自动驾驶和在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条款。另外呢，还有关于在信息世界当中的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的论坛。我们在时间范围内结束了这次的论坛，祝大家能够在 IGF 获得丰硕的成果。非常感谢。